如何了解桑德兰螺旋环形路 A183 Chester Road 前往 A19 北的路。记住，当你接近路的尽头时，这是每小时30英里的速度限制。检查后视镜，并打左指示灯，接近环形交叉路口向右看。在安全的时候出来，记住速度限制仍然是每小时30英里。我们现在在 A183 公路上，记得每5到8秒检查一次镜子，就像了解你身后的情况和了解你面前的情况是一样重要。接近环形交叉路口时，我们将一直向前走。第二个出口通向太阳隧道 ，A19向北。检查你的中间和右边的后视镜，以防有车从右边开过来，你可能需要给他让路。进入环形交叉路口，向左看，并打左指向灯，在坡道上继续前行。我们可以选择两条车道右转。当我们通过方向标志时，检查右侧的后视镜，向右指示，并安全驶入中间车道。保持在中间车道，那里是第一个出口。继续打右指示灯，请注意 Chester 街道的标志。现在向右转，在这里打左指向灯，时刻注意可能在你右手边的车辆。现在让我们沿着加速车道前行，加入 A19 北道。